今天2017年3月2号，带着陈之邦来到清景泽，这边是 Prince Hotel Shopping 的 Plaza。那下车的现在时间是下午大概是1:50，现在外面刚好飘了雪了，你看一下大不大？这大不大？他说这个不够大，还要雪要很大很大，是不是？要多大才算是下雪？像是后面有车子啊。要想很多大台上下下雪，像是暴风雪之类。暴风雪，你那个才喜欢是不是？好，那个期待今天晚上雪下大，让陈之邦看一下他的在日本的第一场雪。他说去年去滑雪，那个是有雪，但是没有下雪，是不是？啊，不然的。北海道，北海道啊。他去几乎啊，北海道。大阪呐、啊，大阪呐、啊。大阪哦，沙卡没有了，下次要去大阪啦、啊。大阪没有雪啦，没关系呀、啊，我要去看晴空塔。